旗开天帮呗。老伙计，哎，咱就贴到这儿。哎，行，贴到这儿。你把奖贴到这儿上。哎，你把我刷赢了。老伙计，哎，啊，就说是啥事嘛？为了一块纸桌子，就这样兴师动众的嘛？哎，这里头可有个古串子哩。啥古串子？你给伙计说一下。给你。嗯。嘿嘿嘿，不干。若叫杨太师知道了，我丢命四小，我儿子的我就近十四两难保，怕连孙子都耽搁了。哎，你看你这个老伙计，哎，你我公司多年，你包看我这嘴上没毛，说话可老。哎，那我跟你说了，你可千万不敢声张，你把你我心放到肚子里。老伙计，来来来来，坐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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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哎，哎，你买的还不老药？哎呀，这当年呀，哦，咱的老皇上用了十万两黄金，换来三郎国的一块夜明珠，就是现在造的这一块啊，那可不是一般的珠子。黑夜放光，吃吃吃吃吃，如同白昼。哎呀，好宝贝，好宝贝呀、啊，好宝贝啊！咱的皇上苦爱此宝、啊，他怕而后有人篡朝谋位，便在金殿子上当着满朝文武言明，那家太子登基必须佩戴此宝为凭，当殿将宝珠赐予了正宫太子，因太子年幼，圣上降旨，咱由忠良当兵中老爷存宝护贵。啊，那这下他就没人敢篡位了。叉子出来了啊！啊，八年前，嗯，杨太师想让他我外孙子，哦，就是西宫太子。哎，就他我二杆子活还能当了皇上吗？可不是嘛、哎、杨太师带领人马闯进吏部府门，强暴未遂，便在金殿子上动摇一本，言说当兵中老爷阴谋篡位。可怜可怜可怜吧，当老爷就是这么哎呀，可怜！哎，这可怜忠良，就没有好下场嘛！哎，哎，哎，兄弟，啊，知道不？嗯，咱与老王病体沉重，快不行了。哦，那就赶上幼主登基啊！哎呀，皇上也想让幼主登基，怎、嗯、奈杨太师扭着腰间珠宝哩。没有宝子，就要让他我外孙子当皇上了、啊。这可咋办呀嘛？皇上也看起杨太师的奸细、啊，连夜同兵部李大人密谋，张贴榜文是寻找之宝、嗯。只要宝子还朝，太子即可登基、嗯，杨太师的我美梦。啊啊啊啊、哎，老伙计。哎，我啥都没说。哎，我啥都没听见。哎，老伙计，哎，你看咱俩跑了半天，咱也找个地方歇一下嘛。行，歇一会儿。哎，可不敢误了公司。哎，打个盹就行，耽误不了，耽误不了。来来，把你家伙提上。来，坐这儿。哎。急急忙忙撞回环，
我干妈带我媳妇三个妹子随团圆提前是上的巧思有钱买你呀瞧不过我妈妈我妹妹我妈我妹我妹我妈原本是亲手母女的团圆我妹子心疼我的闲穿烂呐排排又给我走说新鞋穿我把这前面针线都没穿呐排排还给他买了一把五手一面镜子圆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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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圆又圆高高兴兴往回南呀哎想起思忆断哎呀你看个妹子叫我车长子就还用着你我咋把这四方的揪揪揪揪哎呀这哎哎呀这写啥都有啥哎呀谁在这贴了一张字这大概也没啥用哎这妞妞的就个还用着满城嘛会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哎呀，你这小伙子，包子胡吃饭撒里，睡觉都不老实。啊，哎、老伙计，老伙计，包碎了！啊，包不见了！啊，包不见了！啊，谁举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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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声些，低声些。谁接谁接棒了？谁接棒了？谁把谁接棒了？谁接棒了？
儿啊，为娘已将昭章绣好，只是杨烈老贼八刀无忌，二目深夺，如何才能成就圣上？你那忘恩负义的哥哥已是死心鬼贼，这报仇雪恨就靠你我母女了。母亲，女儿就是粉身碎骨也要设法将昭章呈上。妹子开门。哥哥回来了，开门。妹子。哥哥。儿啊，回来了！啊，回来了，回来，妈！啊，嘿嘿嘿，你娃给你磕头啊！哎呦，不磕了，不磕了，家务常理，儿快快起来！妈，啊，你娃给你扯了一件衣裳，还买了一包糖。哎呦，难得儿一片孝心。哎，你是我妈的，我不孝顺你，可孝顺谁你妈？妹子。嗯，哥给你买了个这。还买了个这，多谢哥哥。家务常理谢啥的。哥哥，凤英，饭已做好多时，快给你哥哥端饭去。啊，我去。哥哥，你歇着。哎呀，那你看这了不了。就有现成饭，再也不怕烟熏火燎米。哥哥，快吃饭啊！这一碗肉汤，女儿呀，子呀，给我把捧上。你端上个哪儿呀？哎呀呀，喜呀喂呀，哎呀你在哪儿呀？哥哥你这份子饭，哎呀呀快呀，有饭哎呀呀子呀。贤惠的好妹妹，举世无双呀，好妹妹。妈，那你老人家也早点歇息啊。妈，你慢着啊。哦。哥哥。哎。字刻成麦当。字。哎呦呦呦呦呦呦。哥哥，你把鞋脱下来，让妹妹量个尺寸。哎，不量了，不量了，毛走一双，大小都能穿。如何似的？
哥，哎，你的衣服破了，让妹妹给你缝补一下。妹妹，要你受麻烦，哥这心里是在做一步棋。Thank you.
给妹妹找婆家的事，不管他谁，也难成我的心。哎，哥就跟我妹子找一个姑嫂好、公婆好、女婿好的三好人家。那我也不去，就在咱家伺候咱妈，活你一辈子。哎，伺候咱妈有我的。哥哥你，妹子，要不然跟咱妈说一下，给你找个女婿咋样？哎呦，看哥说你问话去。妹子，到底咋样个人才合你我心里？就要像哥哥这样的好心人。哟妈，你老还没歇息呀？儿啊，啊，有件事为娘想跟我娃商量。妈，啥事你尽管说。你看，凤英如今还没有婆家。妈，只要你做主，明天一早我就给我妹子找一个好婆家。妈看你已20出头，也该成家了。妈想将凤英许配给你。哎呦，哎呦，妈，不知我娃你愿意不愿意？妈，这兄妹哪有成亲的道理，叫人家都笑话死了。哎，你姓胡，他姓刀。哦哦，并非亲兄妹，这外人哪个不知？此事由为娘做主，儿子管，放心。妈，恁个愿意，不知道我妹子也愿意不？那我娃自己去问问。妈，这咋问呢妈？哎呦，啊，哎哎哎，妈。妹子，哥有句话说出来，你可不再打我啊。哥哥有话请讲。妈，这咱妈说了，咱妈说就咱俩成亲你愿意不？哥哥，兄妹咋能成亲你？我的爷呀！成了亲还是妹妹。哎，早说早说，可把人喊死。还直在那里干啥？还不给妈磕头？选定假期，招呼邻里街坊，好与儿完婚。妈，到时候我给咱亲自摘几头枝，带开。胡子，胡子，哎呀，胡子，来人来，你先。又叫胡老爷，又叫胡老爷，胡老爷，开门喽。谁吧？这胡乱叫啥呢嘛？哎呦，胡老爷，那是二位公差大人，来来来来，这你是啥职哩，还是宰羊哩？我们一不杀猪，是二不宰羊，来找你讨报。报啊？啥报？就是我猪。猪？哎呦呦呦呦呦呦，大肥猪，小肥猪，后院还有头没尾巴的猪，哎，随便见，随便挑，看上哪头咬哪头，在这儿杀也行。京肉你点走，下水归我。哎，别着急啊，话得说清楚，水浅在外。哎呀，不是的，是我抱住抱着的，抱着的，刚喂过。你不，哎哎，老伙计，来来来来来来，我你人老了，嘴让我说清。哎哎哎，胡老汉，我们要的是那个纸包。哎，纸包包子到底啥纸？一个夜明纸。穷好无脑有我东西啥？那你为啥结棒呢？啥棒？嗨，
就是接客照壁子贴的我，有人见你接的我。哎哎哎，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哎呀，哎呀，这可是生字。哎，我知道我是有一张没用的生字，有人用了，谁把我贴在玩儿？胡说，这是黄榜。黄榜啊！哎，我又不认得字，把它拿来想叫个海样子，你说用不用拿走？哎，你说的挺巧。这无报接报，你犯了欺君大罪，要杀你的狗头了！我的妈呀！你叫打都不行，走，咱衙门走，走！哎哎哎，走！哎呀妈呀！黄榜拿来，待我观看。这玉玺在上，岂能有假？哎，二位公堂大人，我求求你了，叫我临死之前给我妈再行一回孝心。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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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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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求你了！哎，回去回去啊！看这孩子个孝子，让看看，那就快点快点，多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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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妈耶，人家要杀你娃的头里，你娃再也伺候不了你了，在床底下我还有半罐子钱，你给我妹子用，妹子呀。哥走了，伺候不了咱妈，你就多累了啊！看，看把我妈气疯了没？妈，就是你娃不在了，还我妹子呢吗？儿啊，母亲将娘的包袱拿来。哎，人家要抱你，你以为包袱烂透子有啥用的？母亲，儿啊，姐。